保护僵尸人人有责，我是小蛙。既然分辨不出是什么僵尸，那你就干脆不分辨了。啊，小蛙，你不会又要撤退了吧？你看不起谁呢？看到我后面的双发射手了吗？这以后都是会变成机枪射手的。那小蛙姐，你的打算是？管你变不变质，我反正绝对火力压制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再说战略。总之不管是看上去还是听上去都还挺猛的，另外还可以配合大百科里讲的单射手配双树桩。哦，对哦，小鬼头你还提醒我啦。那现在基本上是没压力了，不过这些变变僵尸估计还是不太稳定，比如变成潜水僵尸的武王隔着鱼儿出水，又比如丢小鬼头自己还一脸懵逼的蹦极僵尸，以及丢武者僵尸的海豚僵尸。管他什么花里胡哨，打完收工。